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。上一次的饺子皮儿还没有用完，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酸辣凉拌饺子皮儿。饺子皮儿直接下锅煮，饺子皮儿煮好之后过凉水。接下来我们要调这个汁子了，我们会用到这个小米椒和大蒜，全部要剁成泥啊。能吃辣且爱吃辣的朋友请忽略这一步，加一点点盐，油泼辣子，香醋没得了，倒蜜醋，酱油，生抽，最后倒香油，这个汁子就做好了。饺子皮儿来摆一下盘，开碟开碟。刚才相机没电了，然后等了半天，这是凉的啊，先来和面汤。还原石，够味儿，凉，你要爱吃辣，并且能吃辣，做着太美了，没有。我这估计吃不完了，太辣了。小米椒也是不用油泼一下，直接吃了吧。辣，如果你能看到我脸上的汗，你就知道有多辣了。我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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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辣了，再来最后一片。这期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。